华为在最近的一两年一直处于新闻的风口浪尖。我们之所以那么关注华为，可能是因为觉得这是中国非常难得的全球排名靠前的技术公司。华为的研发支出不仅是中国企业的第一位，而且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，华为在2018年的时候已经是全球企业研发投入的第五位了。